嗨，双子座的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丽琪。 New Year New Me， 新的一年我们要用全新的自己来面对它哦。那么当然要用木星来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密码咯，因为木星是吉祥的力量。对双子座来说，木星可是支持我们展现爱。怎么样展现呢？当然第一个，我希望你去谈恋爱啊，尤其是害羞型的双子哦，你们平常呢都是把人在吃迷恋化羞，可是我希望今年你能够成为主角，你能够在人群当中展现魅力的，所以不要担心，不要觉得害羞哦。还有人来疯很重要哦，这点我相信你不用我指点啦，你只要多参加一些聚会啦，或者是凑凑热闹啦。你明明只是去凑热闹，但是你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主角哦。除此之外呢，你有没有小孩呢？新的一年如果陪小孩，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，或者是你的小孩能够让你增光哦。那再来，还有没有要想要宠物呢？有了宠物的你，你可能把它当毛小孩啊，你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爱的爸爸妈妈，那当然就会使你的人整个气场都会变得更好，你也会觉得很开心。那么新的你呢，就是不要去管别人的眼光，虽然外界对你有很多的要求，或者是下了很多的指令呀，你听他的 OK 啦，但是这个实在是太让你没有自由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自由就要展现在表现出你的爱上面。所以我希望你新的一年能够谈恋爱，恋爱可以使你成为全新的自己。